福斯展出来的车子没有方向盘，用声控、用手势来控制飞行车。它目前只有三个轮子，5到10分钟之内，它可以变成是一个飞行器。华为啊，只是让车子结合手机而已，就可以秒变成自驾车。1000多种东西，包括是狗啊、是猫啊，它都可以辨识得出来。背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靠山，叫做5G 啊。日产汽车发表了一个脑波在开车的一个技术啊 ，BMW 展出了这个用 APP 按下去，车子自动开到。今晚8点，国民大会。